It's 1, 2, 3, let's go! 人很多，今天是31度的高温哦，所以是9月份以来温度最高的天气啊。好了，终于这个有加班车了，这个我们要上去了，这个是333的公车号码。哦，这个就是 Apple 店哦，这个在绷带地区啊，这个都市骑脚踏车也是很惬意哦。哦，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个大海哦。哦，密密麻麻的人，哇，这么多哦。哦，人挤人哦，就是雪梨最有名的海边哦。啊，看到处都有人，帅哥美女哦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市集啊。来这边买太阳眼镜啊，买这个浴巾啊，项链啊。好，我们准备过马路了，那到对面去游泳晒太阳。这里都是比基尼美女哦，他们来拍照打卡的东方人哦，所以这个号称这个最美的这个海滩哦。这个离雪梨市大概15分钟的公车车程，草地上也很多人哦，或躺或坐，看这里有3-4千人哦，整个海滩都是人哎。来，我们来这边换衣服哦。哦，这里有个摩天轮哦，而且在太阳下。那这个是绷带必取前面这个著名的这个建筑物啊，那里面有厕所换衣服啊，啊旁边有咖啡厅啊。啊，今天有多少人呢？哦，很多人哦，这只是九月的一个高温就这么多人哦，密密麻麻的哦，直到这个天际啊。今天这个晴空万里啊，万里无云哦。那我们下去走走看。这么冰的水，哈、哦，好冰啊！啊，很多这个美女在散步哦。啊，今天来这个海边游泳哦。好、哦，后面是美丽的大海啊、哦。那游泳必备的几样东西啊，第一啊，帽子啊，太阳眼镜、防晒油，还有一个叫做毛巾啊。那今天竟然忘了带毛巾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今天来的比较晚，所以戴上帽子了，不要戴帽子好了。哦，又是美女啊、哦，每个都很漂亮啊。哦，这个都是美女啊、哦。那帅哥也有了，老帅哥。啊、哦，这里有一个小朋友的游泳池哦，所以。小朋友的最爱啊，马上等一下就很多人来这边跳舞了、哦、他们只是刚开始拉丁舞音乐吧。